快进！你怎么一惊一乍的？你自己看。莫怕，都是些面具罢了。此处怎会有这么多猫脸面具啊？要我猜，这里不是妖洞就是魔窟。你想，暗室外再玄乎，好歹还接点地气，但暗室之内不仅透着寒气，且陈设诡异，说不定这就是凶手的老窝。我猜也是，还是南妹妹有真知灼见。你们一个敢编，一个敢信，俩人配合的跟二女平妖传似的。太师平日讲究惯了，此地污浊不堪，太师不必为难自己。王爷多虑了，莫说一块阿杂之地，就算是龙潭虎穴，只要有王爷在侧，老夫便甘愿形影相随。或许真应了太师所言，此地有妖魔视角，藏龙虎才是真。你们看，这洞眼虽小，却几乎将室外一览无余，同时隔音甚佳，若有人寄身在此，外面的人被监视了都浑然不觉。也不知是何人见了这间密室。包大哥，万一他等会儿又跑了怎么办？不跑了，我不跑了。看他身体虚弱，一时半会儿是跑不了。你究竟是何人，竟敢装神弄鬼？藏身于此并非我所愿，我是被人胁迫的。我晕过去了，先把人抬回去医治吧。